有没有朋友觉得最近的游戏都是复杂的系统一大堆，好像很难去享受到单纯的冒险乐趣了？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千万不能错过这款可以让脑袋瓜好好的活动一下的冒险解谜游戏《洞窟七英雄》咯。被困在洞窟里的七位角色看起来互相都毫无关联，背后的故事却又充满了谜团。我们要从中跳出三名来往洞窟的深处前进。当然，一般的跳上跳下或是使用道具和场景互动都难不倒他们。关卡中会有许多需要三人分头行动或是快速切换角色才能够解开的机关，不好好思考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在这洞窟中前进的哦。这群被困住的人们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能力，像是骑士就有隔绝一切伤害的防护罩，时空旅行者可以瞬间移动一小段距离。当我们选好三位出发的角色后，这个洞窟就会依照选定的角色来变动需要运用这些能力的关卡路线。所以啊，想要一窥这个神秘洞窟的全貌，可得要多玩上几次哦。